今日咧好開心啦，揾到阿文總咧做我哋嘉賓接受你訪問啦。Hello， 文總。Hello， 你好。咁喺球圈你就公認靚仔啦，你自己心目中最靚仔係邊個咧？陳偉豪咯，係啊，陳偉豪都佢唔係講個外表啊，我覺得佢個人品啊，即係佢做好多嘢其實都值得吸，即係好吸引嘅。咁係咯，即係啲做嘢嘅個性啊，嗰、那個喺球場嗰個領導能力咧，都係比較吸引嘅。咁我靚仔咁表面梗係唔夠我好啦。但係佢話佢吸引過你喎。好正常啊，係啊，佢高啊嘛，瘦啊嘛，咁我就冇咁高，但我大隻啊嘛，靚仔啊嘛，咁大家有各有嘅，大家有嘅 market 唔同啦，咁係咯。其實咧，應該你入行做足球員嗰個年代，香港嘅球市唔算好啦，屋企人會唔會有反對過你哋？我屋企人好搞笑喎，因為我媽就冇乜話支持我做足球員，亦都冇話反對。咁啊，佢覺得都叫做正職啊，都叫做去試下咯。佢冇講試添啊，我就話俾佢聽，我阿媽我嚟緊會做足球員喎，職業足球嘅，咁有幾多錢咁樣都夠生活費嘅，咁就唔會問你攞咁樣之類啦。咁佢就話冇咯，是但都冇所謂，就冇乜特別嘅啫佢。因為其實我印象中我媽到我做足球員嘅時間咧，佢都冇乜點睇我踢波。我是第一年去南華去有機會銀牌啦，對神曦那年就叫第一次，好似第一次定第二次看我踢波。你啱啱開始足球嗰條路嘅時候，你就唔喺流浪，你傑志其實幾年，可能有啲球迷都唔知嘅。係啊，冇乜人知道我傑志踢過波嘅啫。咁嗰陣時傑志就第二個班主嘅，咁就唔係啊五山咁嗰陣時就踢完第一年就降咗班嘅傑志都。咁啊之後就去咗流浪。咁去咗五年，其實我想同香港球迷澄清一下啦。其實流浪個平台係俾一班年青球員去做，即係我又唔可，我覺得就完全唔覺得佢係好刻苦咁去俾一啲人工人嘅。咁你有幾多能力去攞咩人工係好正比噶嘛？係即係你假設你能力好，攞個人工就自然好。咁我對翻俾我哋嗰陣時嗰個人工，咁都有高有低啦。咁佢又未至於去到即係差到係。一定要俾一個啱啱好生活費嘅你，咁我覺得佢嘅做事手法其實都係想令到你更加去努力去練習，而去攞啲更好人工啫。咁我覺得我嗰陣時，我覺得我自己覺得係好合理嘅，好合理嘅。咁其他人嘅時間就可能話佢去到有時就會 cut 下人工，咁就有咁嘅情況出現。但係我覺得就個能力問題啦，因為你能力好嘅時候就唔會有咁樣發生嘅。咁我唔覺得我自己好能力，但係我覺得叫喺嗰度叫平穩，咁令到佢可以俾一個合理人工我。佢哋有一個好出名嘅五星茶餐廳，有冇去嗰度食過嘢啊？梗有啦，五星茶餐廳凍飲自己俾啊嘛，2蚊。呢個飛入嘅口頭禪嚟嘅，不過佢都係講笑嘅啫。佢最終都會幫你理翻嘅，即係佢成日話飲咩凍嘢啊？足球員做乜飲凍嘢啊？好嘥氣管啫嘛，唔準飲。跟住其實都係其實得啦，唔飲啦。最後都其實個都嗌曬。最後尾都係佢埋單嘅，咁佢就即係慣性去咁樣講呢件事啫。咁其實佢個出發點係講笑啫，咁大家就即係一路咁傳，咪講到而家都係咁，凍飲自己俾咁樣講。阿 Kim Sir 當年做球員嘅時候，你哋點樣去自己諗翻點樣評價呢個外援咧？當年好快嗰時，即係如果嗰時嚟講，就係超級快，同埋超級硬正，體能好，出個波有質素，同埋好大力咯，出個波就係咯。在你做即小朋友入行的年代，你的前輩你覺得哪個最好波呢？跟你真有交過手的山道士山 Sir， 山道 Sir， 我愛你。係係啊，山 Sir 啦，山 Sir 真係超級好波。嗰陣時你預備組都俾佢鬧到飛起，係隔離隊啊嘛，成日都係同隊，係即成日都有時候有啲比賽都有啲碰撞，喺度同佢鬧交都有嘅。係係啊，不過好搞笑啊！山 Sir 真係一個我值得好欣賞佢嗰個技術。即係佢個身形嚟講，你諗下佢當時嘅身形，即係叫做身形嚟講，喺當時嘅甲組個能力可以同啲外援去即係叫做有得比拼啦，叫做咁佢嗰個能力真係非常之高，同埋嗰陣時預備組已經係已經啲長傳真係做得好好，啲長短傳啊、控球啊真係非常之好。一講起文比德，就都覺得。你的最大的賣點都是賣樣，不是賣你對腳或者你的能力，其實會不會有不開心的？這個都有少少喺球，即係踢做緊足球員的時間都有少少唔開心嘅，這個就真係認真嘅。係咁一個咁正面的你啦，點樣去平衡呢件事咧？
都冇噶啦，都 focus 喺踢波嘅表現噶啦，即係都唔會話人哋話你靚仔唔靚仔，都唔會好介意噶啦。你反而我介意人哋話我好波同冇波，我都 focus 喺嗰度咯。即係如果講真話你唔好波，咁你一定有不足噶啦。咁不足之處你做乜嘢咧？咪練咯，好簡單。一百個唔夠，咪練一千個咯。一千個練唔到，咪練一萬個咯。睇下練唔練嘅啫嘛。你自己覺得？近代咧呢班後生嗰班有邊幾個你真係對佢特別有啲期望咧？方柏倫啦，見到方柏倫近呢三季喺飛馬成長，因為由佢唔係好識踢左閘到而家去到今年嘅 position， 我覺得佢個進步係非常之大，真係上落時間啊、企位、遮線、溝通完全做得好好。咁佢我自己本人覺得他未來可能兩年到就可以有機會站穩香港隊的左閘位置。你說起阿柏倫好笑，因為我有時看你們練習，你有時會跟他說是不是想做球星啊？為什麼你會這樣跟他說呢？哦，我就這件事就真的有些前輩跟我說的，就是我不太記得了。你想做一個球員，你的付出是一個球員的付出，你想做一個球星的時間，你覺得球星的付出是否比球員更加多？這個就成日以一個講笑形式跟一些球員說，其實就是這件事很 serious 的，說真的就是很正比的。你想做球員你就做球員的付出咯，你想做球星就要出回 球星的付出，球星的付出不一定一定是比一個普通球員多，這個就是那個能力問題咯。譬如說真的斬一個球做一個球員可能斬一日斬200球，做一個球星可能一定要斬一千球，咁你去點樣衡量你想個訓練量要幾多，咁自己去安排咯。所以文總就用呢種方式去 motivate 啲後生仔。係啦，呢個係啦，啱就正正就依家 motivate 一啲球員，就點樣去 motivate 到佢，令到自己去自我紀律啊，叫做可能你要點樣提升自己，就要有一個更深刻或者更大嘅努力去調整下自己嗰個練習。好 ，William Cole 問你啦，而家你仲踢唔踢得，想唔想再踢？我覺得自己都應該不踢得了，因為很多時候我練習，即有時即譬如上年我都有段時間要叫復操啦。我練完大約一至兩個禮拜咧，啲關節就開始真係負荷不到啊，即會痛啊，痛到有時可能練不到波咁，我即係知道自己啲關節開始承受不到，咁就冇再去即我啊想踢嘅，即絕對想踢嘅。但你話即係有時個身體機能就唔容許我繼續去 keep 住做職業足球員咯。會唔會係啲舊患影響啊？絕對係啦，絕對係啦。咁啊，因為始終兩邊內側韌帶都試過撕裂啊，腳腕又斷過啊，咁啊，基本上就啲腳腕位啲骨刺都比較多啊，咁類似啲咁嘅嘢咯。足球生涯傷得最深係邊一次咧？我諗都係內側韌帶啊，內側韌帶就深啲啦，因為內側韌帶有次我記得係南華對神曦一場波咁啊，開賽唔夠五分鐘就。大約十分鐘都被人一扎咗條內側韌帶就撕裂咗，咁我基本上嗰一季實質要 100% 練翻波要差唔多一年半，咁啊嗰年就比較深刻啲咯。講開啲足球生涯嘅事件啦，即係有一件事提下啦，即係當年咧2003年嘅時候咧，喺呢一個大陸對住南城地產啦，就打交打得好金啦。咁啊啲報道就話咧，當時文總你攞埋接棒出嚟啊，當時點解打得咁犀利咧？我想就有球員之間的衝突啦，咁啊，啱啱喺我哋球員喺呢個對方的後備席嘅出邊喺度有啲推撞，咁啊佢哋啲後備就即刻衝出嚟，咁樣喺度有啲混亂啦個情況就，咁點解我會攞接凳？因為其實就咁啱咧，就有個球員啱啱受傷嘅，就傷咗條頸。咁我一時情急之下就諗住保護佢，咁啊可能就推撞下同啲對方球員，咁啊佢有幾名球員啊追打我啦，咁啊就立起接凳，咁就冇做嗰啲咩，即係只保護自己啫，完全冇打。冇錯，因為剛同阿偉豪做訪問，佢就話你嗰個接凳唔係要嚟打人，要嚟綁嘅。係啊，要保護自己啫，其實就係就冇喐到手嘅，其實就。而家諗翻起當時係咪嗰班球員真係幾兇狠嘅？對方都算係㗎，有啲混亂，即係有啲失控嚟嗰陣時已經係。係。係啊。咁而家過後咁多年啦，自己退咗役啦，係啊，點樣將呢啲經驗 share 翻俾啲後生仔？肯聽咪同佢講下，當講故仔咁聽咯；唔肯聽咪同一個用個笑話形式同佢講翻咯。咁啊，睇下點樣可唔可以即係 motivate 到啲球員，唔好即係自身事，即係唔好再做呢啲事咯。我覺得就即係我成日都啲球員講啦。咁講真，你用你嘅集中力去 focus 喺嗰、那個拗叫或者同球證嘅爭執，你覺得有冇幫助？其實冇㗎。
咁不如你將嗰件事 focus 翻喺自己用下個思想去諗一諗一諗場波點樣踢，或者呢個波做得好唔好仲好啦。即係其實你如果對個比賽冇乜幫助嘅時間，我覺得就不如留翻啖氣，或者留翻嗰個思考去做其他嘢嗰個啦。粗心媽就問你，點解今季唔係一隊註冊？係咪 Alice 睇你踢波睇到你厭？唔係啊，佢都睇過幾場啫，冇註冊，因為我哋始終球隊嘅年青球員都比較多啊，即係都有潛質添啊，其實就希望就俾多啲時間，俾多資源去嗰度啦。即係如果你再叫我擺落去叫做註冊，咁而家唔夠人就我覺得要註冊啫，就係完全夠人，同埋有啲年青球員即係嗰度有能力嘅時間，點解唔俾多啲精力啊或者精神去栽培佢哋咧？係咯，咁我仲好。AGN朱就問你啦，對有意成為職業足球員嘅年青人有咩忠告啊？勤力咯，冇啊，好簡單，做咩都係。你有冇勤力，有冇用個心去想做一個職業足球員嘅時間，其實好明顯你會做到。即係態度好認，態度即係講真，技術好其次。你將要個態度，你有冇態度？其實練三兩課波已經知道你個態度去到邊嘅。即係譬如你啲進攻係積唔積極啊，防守積唔積極啊，呢啲基本上唔需要去鍛鍊，係你個人。本身是有冇咁嘅條件去做呢件事，因為足球員即係個態度要好緊要，你冇就冇，基本上都唔需要教。Kenneth 問你有冇籃球迷向你示愛過啊？冇啊，冇啦，唔係嘛？我咁正直，咁直噶啦嗰個人。好，阿 King Lau 就問你，其實當日同周麗淇有冇發展機會？梗係冇啦，呢啲就即係純粹都係大家去啱啱做嘢做咁啱影到嘅，完全都唔係拍拖嗰啲嘅，完全唔係。OK， 好，柏浩冠问你点形容阿罗生夫妇？好认真对足球咯，即系你见到佢嗰、那个，但系佢两夫妇嗰个搞足球嘅认真性去到几大啦。因为见到嗰阵时，当年南华，你见到即系由球迷好，即系球圈好低迷嘅时间咧，喺低迷嘅时间咧，咁佢就。令到嗰個球圈蓬勃翻起來啦，叫做可能即係當年就應該我都有踢幾場波，叫做由旺角場未改建之前都扯過紅旗啦，即係叫做令到個球圈叫做坐爆啊，咁啊加上去到即係南華會打到亞協杯，去到嗰個四強嗰場波真係非常之感動啦，即係見到即係。香港的球迷真的會支持香港隊，即係你話搞外隊，穿其他隊的波衫，假設皇馬嚟嘅，穿皇馬波衫去嚟喺香港看皇馬支持外隊的就多的是啦。咁你話香港一隊球隊要香港球迷入嚟穿我哋波衫支持我哋，那個感覺真係好感動，好感動。因為都話嗰場波真係，我都訪問都問答過幾次啊！嗰場波真係，我哋輸完場波，雖然我哋係輸，但係我打得好睇，即係打得到我哋個精神。加上我哋球員入到更衣室，我諗即係有七成嘅球員都喊要落淚啦！即係呢個就好感，我啲諗翻都而家都有啲感動。其實嗰一刻就我諗阿羅生太太都有落淚，即係有喊。咁呢個就。見到我哋嗰個團結性啊，嗰種齊心嘅程度，你唔可以用字去講，即係唔可以用字去寫到出嚟，即係要用嗰個畫面，即係基本上畫面已經喺個腦度，每一有咁情況出現就會浮現咗喺我哋個腦度。咁呢個就我哋好感動，好 appreciate 嗰個球員，即係球迷我哋嗰樣嘢咯。呢件事可能一世都記得啦。一世都記得，一世都記得。嗱，如果講開嗰場比賽，問少少啦。當時那個波，阿強哥入咗個球證分，如係咪真係後屘諗翻，真係覺得有啲唔抵咧？咁絕對係唔抵啦，大佬！你知唔知我哋即係打亞協，即係叫進級嗰個路真係幾難行，真係對對手幾強，要飛去作客咁樣對科威特，對烏茲別克，對烏茲別克嗰場波，基本上90分鐘你啱啱入9個波，即係每10分鐘有波入，你睇下嗰個激烈性係幾大啊！去到90幾加咁啊，輸過12碼，你諗下嗰個憤怒係幾憤怒啊？係咪先？咁嚟到我哋就開波冇耐就可以入1-0咁樣領先到，即係叫做作客入球優勝，咁啊叫做踢咗佢出局，跟住之後打科威特，科威特又係打去作客輸2-0嗰陣時都諗住放棄，去到尾嗰陣時叫阿 JJ 可以叫入翻個波，叫有個一個作客入球，咁啊翻到香港基本上入一球我哋都好大機會出到線，咁啊正正就係我哋打到差唔多成七十六七十分鐘啦，強哥嗰個一塔篤入。
球證判一個咁嘅越位波，咁哇嗰、那個即係打擊都非常之大。同埋啊，嗰、那個場波其實我都好記得我嗰日好失望其實都，因為我對作客對方第一場波已經攞咗個黃牌嘅。咁去到主場嗰一場波，咁打到二十幾分鐘到啦，我就又攞多咗個黃牌。基本上因為嗰啲八強就兩黃就基本上要停噶嘛，即係隔開。咁其實我嗰場決賽都即係冇得踢，咁嗰一刻已經呆咗，跟住我記得仲有少奇行埋呆我啊！我一攞住黃牌就呆咗人，知唔知啊？我最後真係好失望，好呆。跟住少奇行埋就呆我，俾我醒啊！唔緊要啦，下場波踢都唔緊要，對踢咗啲場波先咁，因為個情況就係咁。係啊，呢件事你唔講真係冇人知。冇人知㗎呢件事，冇人知。我就嗰一刻就呆曬啫，即係自己知道自己攞黃牌一定唔可以攞黃牌，攞黃牌都遺個遺憾就係下一場冇機會踢喺，因為嗰場波係。決定我哋喺唔喺到主場打決賽嘛？咁我場波我哋一贏或係一贏波，我哋就喺香港再打一場決賽，又可以再睇到歷史嘅時間。係咁嘅嗰一刻，個腦海好多嘢，好多畫面就俾咗我。嗯，阿陳永雄咧就問你，當年咧俾南華啲球迷成日鬧啦，叫你唔好踢波，有冇唔開心咧？踢南華係咪真係好大壓力？唔開心嘅有噶，但係俾人話就咁。但係嗰陣時個表現係真係差嘅，我認同自己表現差嘅。但係當然就唔會放棄啦。唔通你鬧幾句就話放棄咩？冇可能噶嘛。球員唔係咁噶嘛。咁我點樣去努力去裝備自己咯？咁我覺得呢樣嘢就正面。咁去到一個時間，我都叫做可以令到南華球迷叫做唔好話覺得我好啦，叫做都欣賞我都有一小嘅少許能力可以叫喺南華立足咯。呢樣就我個可能嗰陣時係咁諗咯。嗯，咁佢問係咪踢南華真係好大壓力？壓力我覺得又唔算好大壓力啫喎。因為每一場每一隊波都有一定嘅壓力㗎啦。就你話太大，其實表現自己對自己啫，唔會講球迷對我即係唔算話太大壓力嘅，係自己對自己嘅表現同埋個狀態先有壓力嘅啫。嗯，馬旺咧就問你，之後如果有小朋友最想同邊個球員對陣家，點解？咁有得俾你揀嘅。A 咧就係大豪啦 ，B 就細豪啦 ，C 就陳七啦 ，D 就君怡 ，E 就張峰。阿豪偉豪啦。喂，揾到錢啊嘛，佢剩落太多啦，咁啊對襯家都好啲啊。啊，冇呢度冇咁講，都唔好咁講費事，冇冇。偉豪，我都諗係偉豪啦，熟啲啊嘛，即係佢嘅生活習慣或者嗰、那個教學嗰個模式咧，咁比較正路即係正常啲咁，我覺得。同埋我同阿偉豪都熟啲啊嘛，咁如果有機會咧，當同阿偉豪對襯家會啲。同佢對襯家，佢好多嘢講嘅喎。誒唔緊要，佢生個仔都唔多嘢講就 OK。佢個仔暖男嚟噶嘛，個仔好 sweet 噶個大仔，係啊，竟然好 sweet 噶。咁啊，如果真係咁，我諗如果我生個女同佢對襯家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你自己踢波有冇啲咩迷信嘢？有冇啲咩老禮啊嘢做噶？細個都有啲嘅，不過到南華就冇啦。係，因為唔 work 嘅。係咩咧？嗰時候習慣咗扎手嘅，即係習慣咗順開扎手。咁啊，最終都扎都冇，痛先扎啦，扎乜鬼啊？係，喂，講真的，你好唔好波唔係講迷信啫，大佬。你講下有冇能力同埋有冇付出噶嘛？即係有冇付出過你嘅練習噶嘛？如果咁迷信，個個都唔使練啦，唔需要付出所有嘢啦，係咪 ？Hello， 大家好，你睇緊嘅係香港本地足球專區，我係文彼得。